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在今天的中国，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，那就是特别幸福的事儿了。这一套房子，我们中国的家庭为之付出了多少心血，流了多少汗水，才辛辛苦苦挣来的。为选这一套房子，至少也是付出了家里两代人的辛劳。从最初的看房、选房、买房、下房、住房，由于土地的问题，在我们国家已经很少有个人单独建自己的房子了。而且很多人买房更多的考虑下一代老人，这也导致了我们的房子不仅越来越大了，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都聚集到了一起，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近了，生活也越来越好了。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，这是一对来自美国的夫妇，在一处山崖上开凿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山洞住宅，真可谓古有山顶洞人依山挖洞而居，今有美国夫妇挖山洞而建豪宅。同样的是山洞，不同的是体验。这座豪宅位于美国犹他州53英亩的蒙特苏峡谷中，是这对夫妇于1986年就开始开凿的。为建这座豪宅更是花费了20年的时间。20年的时间，一个小孩子都成人了。可以想象这对夫妇的毅力有多大，投入有多大。为建这座豪宅也是用尽了心思。这座豪宅也是标准的美国豪宅建筑，室内有三间卧室、两间浴室、一间厨房和三间车库，山顶顶部还有太阳能发电板，还建了一个可以蓄水2100升的蓄水池，用于消防和日常使用。更甚的是，还修改了一条通往山顶的应急隧道，还加装了无线网络、电话等设施。而且夫妇俩还在空旷的地方种植了桃树、梨树、苹果树等，这样一个豪宅真是应有尽有。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，这么一座豪宅花20年的时间来建造它，真的值得吗？难道这是要与世隔绝的生活吗？这里离最近的城市都有50分钟的车程，如果路上车坏了或是有急事的情况下该如何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